走走跑跑第四节。伸展好舒适，运动前做伸展操，动动头颈，拉拉手臂，全身动一动，头颈动一动。每个动作要静止15秒，保持正常呼吸。做伸展操可以使身体放松、柔软，预防运动伤害。头颈伸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手臂拉一拉，动作有双手向上伸，双手向后伸，弯曲手臂向左拉，弯曲手臂向右拉，右手压左手，左手压右手，手臂伸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交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交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交换。接着我们要做腿部伸展，站着伸伸腿，左脚右脚轮流动，坐着向前弯，身体灵活又柔软。左手扶墙，右手拉右脚，右手扶墙，左手拉左脚，两脚张开，左脚伸直右脚弯，两脚张开，右脚伸直左脚弯。腿部伸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交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今天老师要介绍的是走走跑跑塔巴塔，一、四分钟一组，共八个动作。二、每个动作练习20秒。三、动作之间休息10秒。四、每组休息30秒到1分钟。今天老师会教你们
三组走走跑跑塔巴塔，等一下我们就随着音乐开始做吧。首先是一开腿左右伸展，我们每个动作会做20秒。3、2、1，停。接着我们休息10秒钟。第二个动作是腿部向左伸展，开始。向左做跨步伸展。3、2、1，停，一样休息10秒钟。待会第三个动作，腿部向右伸展。那我们的注意，我们的手向右边的话，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。3、2、1，休息。第四个动作是前跳后退跑，预备，开始。在家练习的时候，注意我们跳的时候不要太大力。3、2、1，休息。第五个动作是开合跳，预备，开始。还有5秒钟。休息10秒。第六个动作是左右转体跳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保持自己的节奏，把动作做好。3、2、1，休息。第七个是左膝抬腿前踢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腿要抬高，之后做一个前踢的动作。3、2、1。休息，接着我们换脚，右膝抬腿前踢，开始。休息30秒，这边的休息时间学生可以自己控制，如果你觉得比较累，你可以休息久一点点，到1分钟也是可以。我们接下来做第二组的走走跑跑塔巴塔，第一个动作是原地慢跑，预备，开始。3、2、1，休息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开合跳，开始。
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。开始。侧面的，三、二、一，停。第四个动作做抬腿跑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休息。第五个是左脚跨步深蹲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。休息。第六个是右脚跨步深蹲，开始。三、二。休息。第七个动作是原地小碎步，开始。这边尽量要加快自己的速度，还有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休息。第八个动作，我们要做前进后退跑，开始。最后三秒。好，我们休息30秒。接着，我们要做第三组的走走跑跑塔巴塔。第一个动作是原地慢跑。预备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接着做左脚跨步深蹲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接着我们换边做右脚跨步深蹲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要做抬腿跑，
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第五个动作我们要做弓箭步。休息十秒钟。第六个动作是开合跳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第七个我们要做的是前跳后退跑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做的时候可以看家中自己的位置，做适当的一个距离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第八个动作我们要做原地转圈跑，开始。一，停。恭喜完成了三组走走跑跑打趴塔运动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拜拜。